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首歌曲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啊，能够听到这个古代啊行军打仗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啊，战鼓擂擂，万马奔腾，旗鼓擂天，这样的一种场景，用古筝音乐的方式呢给大家展现出来。我们接下来呢听一听这首《将军令》，大家不要说听不懂啊，大家就体会一下这个古筝是如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战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希望通过令记的讲解呢，大家就能听得懂这一首《将军令》了。欢迎小天鹅。这个歌曲呢，表现的是一种这个古代行军打仗，
行军打仗这个钟鼓角的雄壮，军容的广阔，军容的威武的这样的一个迷战之后的旗开得胜回来的一种场景啊，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用古筝音乐给大家表现出来的这一种古代行军打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战鼓擂擂，就有一种此时此刻这种音乐的感觉啊，觉得好听的可以走一波六六六啊，走一波六六六，觉得练级弹的不错呢，咱们小星星走一走啊，小星星走一走，在拨鼓的感觉，对对对，说明说什么呢？说明直播间的各位艺术涵养又提升了一步啊，以后就不能说再听不懂将军令了，将军令下发了军令状，旗开得胜，打仗回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感谢梦里飞花，谢谢无名，感谢小青大白，谢谢大家的六六六，感谢大家掌声啊。感谢马上风和，谢谢大家小星星，咱们小星星可以走走啊。觉得练级弹不错呢，咱们这个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关注可以点点啊。好热啊，我开个空调家嘛，今天没开空调热死了，稍微等我一下好吗？稍微等我一分钟啊，等我几秒钟开空调去，太热了。内心充满激情，弹的曲子那也是充满激情的。谢谢欢迎欢迎会，谢谢善良，感谢小旋风，谢谢一生快乐，感谢小凡的小星星，欢迎我们新哥，新哥你才来，我跟你讲，刚刚在你没在的时间弹了一首将军令，汗都给我弹劝了，汗都给我弹劝了，家人们，高山流血来一段，我汗都要滴下来了，汗都要滴下来，弹热了，对呀、啊，弹热了。我真没骗你们，我看，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不？巨热，巨热，超级热。心中有激情，弹的曲子才有激情；心中没有激情，你们弹的曲子那也没有激情，那怎么能带你们领略这将军令呢？咋不拍古装？本就是明星，干嘛要拍呀？我是在江湖上的明星啊，你以为江湖上都知道我？外面都30度了，太热了，受不了了，赶紧开空调。来，我们接着弹歌，想听的歌可以点点啊，想听的歌可以点点哦，可以 tell me 告诉我。霍元甲，声声慢，可以。声声慢，青砖伴瓦漆。你可以稍微等我一下。我调一下音，我感觉我刚刚弹的那个将军令把我的琴弦的音弹跑了，弹得太用力了，本女侠武功太高强了，没有办法，稍微等我一下，调一下音，我觉得音不准弹出来很难听的。还有一首类似于声声慢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你听过吗？莫文蔚的也很好听。声声慢好像是低调。水南，水南是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弹出来也很好听。明月夜，明月夜就是沉默是金嘛。直播试过，行过小舟，吓出了双下巴，念咒加直觉，吓出了双下巴。谢谢新哥的捧捧小礼儿。小神仙推过九宫图，我看一下啊，
水南，我先听一下啊。频道我通晓天文地理，上下这五千年，拜过三直播试过，直播试过。别过了龙湖。哦，真的有这首歌。想看司马丽鼠牙子有什么好看的？马司令，你小子。你小子，谢谢谢谢大家小心心，我听听啊。远赴为清月，近来奔黄昏。我试试呢，万一可以弹呢。你在午睡时蒸发水做的男人，水做的男人。哎，有一首歌叫男人花。所有人都来引用你。 White 不要捏我。哦，完了，不得行了，这首歌是钢琴谱。那还是声声慢吧，没有谱子这歌。一朝头枕枝桠，我上来找一找。一朝脚踏泥沙，打成一朵乌云。哦，你们都听过啊？不会吧，你们都听过啊？我们新歌的抖音一号，武功又有精进了，武功又有精进了，直接就是一飞冲天，这叫窜天猴。哎，他们说的，感谢我们新歌的武功升级了，变成金色的啦，直接就是升级。感谢我新歌，谢谢我新歌，武功又得到了精进。一飞冲天，窜天猴，拔地而起，咻啊！还是金色的好看，对，金色好看。
那金色的还贵呢，这么说。那主要是金色的还贵呢。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小什么睡不着，谢谢谢谢墨镜。感谢小华美的收藏，谢谢 White， 谢谢我们二流子，谢谢小青大白，谢谢大家。崔安天猴，什么叫升了？那叫穿上了云霄，直上云霄，咻啊！金色大萝卜，其实就是那个大萝卜。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哎，那个大萝卜怎么说来的？其实就是那个白开水兑的那个二锅头，什么，什么，这个脆不脆？不好意思啊，思维跳跃的有点快哈、啊，思维跳跃的有点快，跳到了大，跳到那儿去了。谢谢大家小心心，点错颜色了就送两个，啊哈哈，谢谢我们新哥，那我不是捡了个便宜？那我不是捡了个便宜？中午好，我再给你分享一首这种类型的歌。哦，我昨天想起来一首歌叫做《路过人间》。啊，那个脆不脆啊？那个脆不脆？其实就是那个大萝卜，好像听过郁可唯的，也很好听，我很喜欢。我昨天晚上突然想起来，听过哈、啊，可以，我觉得很好听。嘿，要明白，明白，云会来，不会来，离开，离开。世上唯一不变，就是唱不好。身边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呀，谢谢淼淼，谢谢淼淼的钞票枪，淼淼你中奖了，淼淼淼。中奖了，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好，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大家。
首《路过人间》送给大家，超好听的一首歌，好听吗？好听吗？谢谢淼淼，感谢我们外头，欢迎物语，物语哥中午好，物语哥，物语哥上午好，物语哥，谢谢我们爱意，感谢爱意，谢谢孤影流风，感谢二流字，谢谢小青大白，感谢侠客行，谢谢大家点赞不要停，家人们点赞不要停，咱们出去整个榜五榜十好吧。作为全抖音最有智慧的军团，现在此时此刻又要给大家做一下思想准备了，整个小榜五呗，整个小榜五，榜十够呛吧，榜十有没有信心？小青大白说得好，出征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在公屏上扣个油，有没有信心？榜五，榜五，总分再打本数。有，怎么能没有呢？你让我现在一秒钟失去了很多信心，你毁了我很多信心。来富，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在公屏上扣个油。有，看到没有？咱们二流子让我信心倍增，让我一下子信心倍增。榜五，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你也说得很好，本女侠很欣赏。此时此刻，准备一把榜五，找个小榜五吧，太大雷打不过，家人们。这个小榜五吧，小榜五。有没有信心 ？Let's go。上 OK， 好，有点太有点皮，什么？你说什么？听不太懂呢？你说什么？听不太懂呢？有，直接上小青大白，你让我很有信心，这一秒钟，这一秒钟你让我很有信心，你就是我坚强的后盾，这一秒钟我觉得我很有希望。我觉得我士气很足了，给他个厉害，认识一个新朋友去吧，认识个新朋友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朋友啊。谢谢成都，欢迎成都哥，我看一下找个谁啊，欢迎帮主，欢迎 Interesting， 欢迎我丐帮帮主乔峰闪亮登场，找个新朋友，咱们没找到呢，等会儿等我再找找啊。小扎音呀，怕太厉害了打不过，找一个对手没有那么李海山的助理拒绝我了呢。帮主逛完世界回来了，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我们要出去闯荡江湖，欢迎我浩哥，此时此刻咱们要出去闯荡江湖。哎呀，万万来了，刚刚连我，哎，万万刚唱歌，我赶紧给你连回来，幸好你赶紧回来了，不然我要连下一个主播了。哈，我就是你的备选。哪有，我第一个连你的，你没有接我，那我只能换下一个了呀，此处不留爷，爷就换一个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吧？啊、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我这个就你这个一点都不专一的女人。哪有？你们问他们，我第一个我说去找万万，我说啊、万万没接我，我说那咱们就换一个。你问他们，我是不是说了这话的？我不相信。他不相信我，家门我有苦说不出啊，哑巴吃黄连。欢迎我 KK。啊什么？打个榜五、啊、可以呀、啊、榜五总分再打尾数还是纯榜五、啊、好、哦、就榜五总票尾数吧，可以试一试，我开播第一局、弹了一个半小时了，累死了，弹这么久，我也是，我也唱了差不多，下回我开场半小时我就要出来，不能隔这么久，太久了，累死我了。弹哎，你们弹的真的久了手会很酸哈，很累的吧？手也不是很酸，主要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很累。对，原来跟我们唱歌也是一样的。是，行，我知道了。奖励个什么，宝子？奖励个什么？
让我想一想，我想讲了一个什么呢？你想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除了一人的一段才艺之外，这个不变哈。那我们票少的人，我们肯定要给他来一段小小的小小的奖励。哎，这样吧，谁要输了，我们就数猪。怎么数猪啊？一只猪猪，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咕噜。一只什么猪猪什么？再说一遍来着，听不见。一只猪猪，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啊，一只猪猪，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一只猪猪就好了。哦，明白了，可以。两只猪猪，可以，我明白了，行，可以。我们就数几只呢？数尾数多少只就数几只。真狠，好，可以。可以啊，我刚刚跟那一下给我感觉给我可呛到了。榜五总票尾数啊，哈，好，嗯，闭麦。榜五总分加单尾数，直播间需要五位江湖友人们出来站榜，准备好了吗？有没有人现在冲锋陷阵打个头阵？有没有？打个头阵。榜五总分加单尾数。感谢兵哥，谢谢稀饭泡面，感谢风纸，让我扭过头变身了陈静坛，擦干泪水松开了母亲的手，离开同仇神州，虚竹找不到了，段誉走丢了，这不还有你吗帮主，在金角关头一声大吼同志，这不还有你吗帮主啊，接受我的情命就为了咱的，欢迎我浩哥，我姊妹兄弟请让我按下手印，就为这天上太平，就帮主把我们丐帮的弟子都叫过来，此时此刻需要他们帮忙了，帮主把我们丐帮的都叫过来，这会儿需要他帮忙了，榜五需要五位朋友站榜，能够保时捷站榜的就保时捷站榜，能够飞机站榜的就飞机，能够如果再不行的话就热气球，准备好了吗？五位，咱们对面都有榜了，咱们家一个榜没有，对面都有榜了，咱们家还没榜呢，家人们，能够保时捷上保时捷，能够上热气球上热气球，欢迎我飞行员，榜五总分加单位数，榜五总分加单位数，能占榜的朋友们占个榜，保时捷占榜，保时捷喊不动了，喊不动了，榜五总分加单位数，保时捷占榜，准备好了吗家人们，你准备好了吗，第一位冲锋陷阵的江湖友人东方不败，该你上场了，江湖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李逵你在哪儿，李逵这什么来着，感谢我飞行员，谢谢我飞行员的私人飞机，你就是那李逵，李逵长得有点不是很帅，你愿意吗，欢迎我相思，朋友们，榜五还差四位，榜五还差四位，再来四个人，榜五还差四位，再来四个人，还差四位，榜五差四位，还有没有人能占榜的，还有没有人能占榜的，对面两个榜，家们，对面两个榜，咱们家一个榜，对面两个榜，咱们家一个榜，还有没有跟随我们飞行员的队伍占个榜的，我们孤影随风哥能占榜吗，三岁哥能占榜吗，暗翼哥能占个榜吗，我们谁，周周 KK 能占个榜吗，周周 KK 欧在吗，才哥能占个榜吗，保时捷占榜，天生一对，天生一对换我头像了，能占个榜吗，天生一对，我们无名能占个榜吗，小智能占个榜吗，雷雨哥能占个榜吗，榜五还需榜五多少钱，别问哥榜五多少钱，你直接飞机占榜就可以了，别问哥，飞机占榜，飞机占榜，物语哥能占吗？物语哥 ，Crazy， 新希望能占吗？帮主能占吗？帮主，榜五还差四位，还差四位，这么贵？不贵，别问哥，这哪贵？谢谢大家星星，感谢我周周，谢谢我周周的旋转八音盒，谢谢我
周周，感谢我周周。榜五还差三位，欢迎化蝶。榜五还差三位，还有没有能占榜的？别问哥能占榜吗？别问哥，榜五差三位，咱们榜五差三位。秦时明月哥能占吗？秦时明月哥，招财猫能占吗？用户703能占吗？榜五差三位。热气球或保时捷，热气球或保时捷或者飞机。感谢我帮主，谢谢我帮主。还差两位，老魏能占个榜吗？老魏，浩哥能占个榜吗？浩哥，榜五还差两位，这么比好累啊，这么比，榜五还差两位，太贵了，便宜点，保时捷，别问哥，保时捷，直接占扁保时捷，占保时捷，榜五还差两位，占保时捷，对面三个榜保时捷，感谢我别问哥的单车，浪漫单车。我坐在后面，你坐在前面，我抱着你，骑慢一点啊，别问哥，骑慢一点啊。谢谢我别问哥的浪漫单车，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咱们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能占个榜吗？占吗？还差一位，欢迎我周周。榜五还差一位，对面的榜一10000分，对面的榜二1266分，对面的榜三1200分，对面榜四榜五是没有的。跑车买不起，自行车还可以。别问哥，你小子是有点皮啊，你小子有点皮啊。我看一下啊，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帮主，你可能需要再补一点。帮主，你需要再补一点。帮主，你需要补到2000，你需要再补一个保时捷，能补吗？帮主，再补一个保时捷。别问哥，你再补一个热气球。别问哥，再补一个热气球。帮主，再补一个保时捷。榜五还差一位。还有没有人能补跑车或者补飞机的？还差一位，就差你，才差一位。欢迎我新哥，感谢我新哥的秘境，谢谢我新哥。榜五齐了，新哥又是有心灵感应吗？这一秒钟又是心灵感应。好，帮主说补不齐了，最近帮主生意不好。家人们，还有没有人能就是说顶一下帮主的？还有没有人说就是能够顶一下帮主的？我看一下对面的榜，对面还差两个位置，对面还差两个位置。那咱们先不着急吧，家人们，先不着急。我看一下帮主1200分，稍微有丢丢危险。如果说对面如果补上来了的话，他1200分刚好。不这样子，帮主，你再补两个墨镜，再补两个墨镜，记得尾数，交 KK 在吗 ？KK 交给你了，尾数 KK。然后如果说对面榜五补上来的话，我们1200分有点危险。帮主的话，再补两个墨镜可以吗？别搞错了，你是万万家的。别问哥，你是我们家的。别问哥，干嘛？别问哥，昨天你说好了在我这儿升到45级的呢。你是我们家的，怎么能这样呢？我看一下啊，感谢我韩新哥的三生，情定三生，谢谢我新哥，感谢我新哥。然后我看一眼啊，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准备一下。我看帮主，你再准备两个墨镜呗，帮主再准备两个墨镜，你去对面支持一下。我跟你讲，别问哥，别被打脸。我看一下啊，咱们再准备两个墨镜，帮主再准备两个墨镜，哎，其实我觉得没多大问题，你觉得呢？尾数交给我们 KK， 再输了不跟我混了。家人们，我们新哥发话了，榜五，对面上来了，榜五全部补到5000分，对面的榜一10000分，对面榜二4200分，对面榜三3700分，对面的榜五3000分，咱们直播间全部补到5000分。飞行员再补一个飞机，飞行员周周再补一个飞机，周周，别问哥能再补一个保时捷吗？别问哥，再补一个飞机，别问哥在吗？别问哥不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没有能补的？浩哥再补一个飞机，感谢我新哥嘉年华，谢我新哥。浩哥能补一个飞机吗？浩哥，感谢我新哥，谢我新哥。尾数交给你了 ，KK， 尾数交给你了，单尾数，对面过去破坏一下，破坏一下。
不能输，这一局新哥说了不能输，家人们，这一局不能输，直接补到5000分，能补吗？再补一个飞机，飞行员再补一下，飞行员，我们周周能补吗？周周，最后浩哥能不能偷塔？浩哥，感谢我浩哥，浩哥再补一点，浩哥再补一个热气球或者补一个保时捷，浩哥再补一个热气球或者补一个保时捷，对面的榜四、榜二、榜三、榜四都是4200分以上，他们的榜五是3000分，咱们直播间补到5000分，补到5000分，飞行员再补一个，飞行员再补一个保时捷或者补一个。补一个单车，或者补一个单车，我们浩哥再补一个，浩哥再补一个单车，再补一个保时捷，周周，周周再补一个，周周尾数控制好，我们 KK 然后别问哥，别问哥在吗？帮主能补个飞机吗？帮主，帮主能补个飞机吗？最后还有10秒，最后还有10秒，补到防五，补到5000分，防五补到5000分，对面的防五4200分，完了。总分和我们的单位数拿下，感谢我们新哥，谢谢我们新哥的嘉年华，感谢我们浩哥，谢我们浩哥，感谢我们牛哥，谢谢我们的飞行员，感谢飞行员，谢谢我们帮主，感谢我们周周，谢谢别问哥，感谢牛哥，谢谢 KK， 谢谢大家。啊，怎么他们都走了？怎么他们都走了？拿下，扣一波，扣一波，新哥霸气啊！新哥霸气，感谢我们新哥，谢谢我新哥。等我开个麦哈。他们家的榜凝聚力还是很棒的，再次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家榜最后上来的好吓人啊，家人们，他们家榜在最后30秒的时候上来的，我根本就来不及喊了，已经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你们家榜，你家也很吓人呐、啊，单位数就是单位数呀，单位数、啊，你们家榜最后上来的太吓人了，我根本就喊不及。哎呀，我们就是凝聚力这一块还可以。下回，我希望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们最后的时间里也给他个厉害。你家总票已经哭哭上了，已经，是不是？嗯，那倒也是，这一点我倒不就是谦虚。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好，那我就数4个猪啊。好。一只猪出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猪出两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三只猪出三张嘴，六只眼睛，12条腿。三四一十二，对，对呀、啊，一十二，对的。啊、对的，四只猪出四张嘴，八只眼睛，16条腿。四四一十六。啊，对对对，算数，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算数挺好的，比我那个语文老师教的教的好。嗯，我也觉得我算数挺好的呢。啊，语文老师教的好，语文老师说这锅我不背啊。来一个，咱们来一个，来吧，我们来段才艺吧。要不我先来。好，来，可以、嗯。那我先来，你想听什么歌？嗯。好听的，好听就可以。行、嗯，那我来一首这个，我想一下啊，刘珂怡的《芙蓉雨》。好，你听过没有？没有。那今天，但是应该看着名，听着名字应该挺好的，挺温柔的，就是有一种芙蓉的感觉。嗯。
真好听呢，有一种水出芙蓉的是吧，有点对对，水出芙蓉的感觉啊，我感觉已经看到那个就是很开心的一个场景绽放了啊。嗯，是的。哎，你平时你教别人弹琴吗？哦，有，我曾经大学四年就是一直在带学生，带了四年。哦，就会教小朋友吗？对，是的。嗯，真好。哎呀，那我也唱个古风的歌吧。可以，古风的。古风的歌，弹窗吧。帮主啊，唱个弹窗吧。帮主啊，你告诉我一下。啊、没事，我再跟我们家大哥说。帮主，你刚刚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他能做什么坏事？来唱首《探窗》弹的蛮灵的是吧？眼前山红豆难吃，还有人多闻归期，独守潇湘守水碧，不知今夕何夕，烟灰是两人无际，应有一字诀别离，不愿长情无所寄，愿心寻寻觅觅千里，他会好泼墨落笔，他无雄梦里佳绩，戏中情戏中一抹路人相逢，在花天锦地，他唱着他相遇故知，一步一句是相思，台下人金榜正题名，不曾是台上就相识，他说着东方花烛时，众人和佳人才子，未听一句一叹息，里有情事。好好听啊！谢谢谢谢谢谢。探窗，嗯，探窗，对，这首歌比较好听，对，很好听、啊。你下次可以去弹，可以去弹。对，下回给你弹探窗，好，真的好听，真的好听。嗯，谢谢，下次等着我来打你哦，真的是，怎么回事？今天打了我，下次还想打我啊？今天是我的，今天我怎么没打你？今天是你打的我。今天侥幸赢了，但是你们家榜五很厉害的嘛。唉，别说了，走了。就是都在心里啊。下回我要挑战你的榜五，下回我呀。好的，那我走了啊。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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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保五则厉害，咱们他们榜六都三千分，太厉害了。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有万万这条件，这凝聚力简直了，这凝聚力简直了。欢迎我新哥啊，听首探窗吧，真的很好听啊。感谢我新哥，谢我新哥，太拽了。探窗，来一首探窗吧。才一绝，没有，他还是给我们做了惩罚的。什么时候有那万万家的那个凝聚力？我们家也不差。探窗送给大家，送给我新歌，很好听的。
下，剩了吗？剩了。给大家送给我们新歌，感谢新歌啊，好听的一首歌。等我换首歌啊，谢谢大家的星星，谁念我？事事如棋。你的手爪子又痒了是吧？手拿过来，把你的手拿过来，让我好好看看到底是哪个手指头放痒了。让我看看到底是哪个手指头又痒了，我看看啊。如果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整个手掌都挺痒的吧。谢谢帮主，你看我们帮主事事如棋，你得向我们帮主学习一下。手拿过来我看看，你给我放在这儿，你信不信我这一扇子下来直接把手给你打断，不理你了，不跑干嘛呀牛哥，你信不信我直接一扇子敲下来手给你打断。等等啊，你别动啊，手放好啊，别动啊，你别躲啊，不准躲啊，事事如棋，把你手放好。我放好了，不能躲啊！哎，你干嘛？说了不能躲的，有我快，准备好了。我，你别躲，事事如棋，你的手给我放好。哎呀，小子，你以为？我打自己，我傻呀！来首《酒馆儿》，我听听。大家想听的歌可以点点。帮主，外头浩哥，《酒馆儿》，打重一点。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浩哥？浩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这里脑子不太灵光，自己打自己。女侠告辞了，多玩一会儿，牛哥。那你点一首，可以，浩哥。酒馆挺欢快的，我听到了。酒馆挺适合我的。小酒馆，我看有没有谱子。含笑飞天，这是一首歌啊。说老板死心眼，老板左腿有残疾，等会儿啊，是个读书什么歌词儿？老板长得不长记，不人顾及不
不用问我，你就听女儿情，你谈了就听，不谈就随便。可以，我记住了。江江的，江江的酒馆，我记住了，记住了那个帮主啊，我记住了。韩笑唱的飞天哦，韩笑唱的飞天，不是韩笑飞天。真的告辞了，多玩一会儿，多玩一会儿，不要着急告辞。这里是你的港湾。江江，没有找不到谱子哎。说话真累。不是、啊、你应该飞天换过来说，找不到谱子，事事如棋。飞行员儿找不到谱子，飞行员儿，我只有把他加入我的歌单了，平时放一放了。这首歌嘛，先谈别的哈。这首也是。朋友说老板死心眼儿，老板左腿。说实话，我觉得不太适合谈呢。是个读书的，落地落难跑了七，去年漂泊到此地。这首也是酒馆。三拜，三拜拜。天地龙鳞可以吗？天地龙鳞可以，咱们记得点上关注哦。谢谢星星，谢谢绿茵场上的身姿，那就是浩哥的那个飞天。火候要适当，今天老爷请孝敬，来年莫相忘。欢迎樱花雪，弹心花瓷，大家点歌的话加个灯牌哦，谢谢大家。飞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一飞冲天。飞天茅台，我搜出来一个。这首歌吗，浩哥？蓦然回首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你的骄傲只能在。一点都没听出来呢，九州同会吗？不会，我没听过，我有点听听。飞天少说25年了，真的。我才23岁，比我还大2岁呢。
我第一次听，真的没骗你，从来没听过这首歌，这一辈子属于说是第一次听。好听好听，真假的我没听过，但我觉得还可以啊，可以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谢谢 Tony， 谢谢自由自在，感谢老顽童，谢谢甘草。好听吧，好听，还可以的，就是很有力道的那种歌。感谢，干嘛帮主？你发一发，帮主，你不觉得我现在的表情会员表情很好听吗？是哪个电视剧里的主题曲啊？不知道。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电视了吗？00年的时候，应该有了吧？00年有电视了吗？那下一首是我们的，跟我们看过的就忘了，好吧，给我们帮着来个女儿情。你生下来的时候电视就有了，帮主你多少岁了？帮主，帮主你多少岁了？我事事如棋的那个歌，等会儿我再找找，要不然你换一首。80年就在看黑白电视的《射雕》了，80年就有电视了，我 out 了，不好意思啊，是我 out 了，80年就有电视了，我以为电视是2000年后才有的呢。人美多才多艺，谢谢。会唱歌不，美女妹妹？我挺会唱歌的，你会第二个灯牌吧？谢谢我星辰，欢迎钟馗。钟馗，你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吓人啊，你背不背得住啊？欢迎姚欣。500的免费票，50的免费人气票送了，谢谢军人，感谢知识储备不足啊，主要是2000年以前的时间我没经历过的嘛。九州同姑娘，她来连连最
可恨的这个二爹娘，白头那鸦片秧。八零是黑白电视，关大周的，十二寸的黑白电视见过没？十二寸。十二寸是多少？一寸是不是一厘米啊？那十二寸的话，还没我这把扇子大，还没我这把扇子长。十二寸，十二是吧？穿这么帅，手里拿把剑，拿把扇子可不可以？一寸两厘米啊，十二寸的话就二十多厘米啊。二十多厘米，和我这把扇子差不多嘛。我的显示器是十九寸，我的显示器是十九寸，那应该挺大的吧？我显示器应该有五十寸，没有，应该有五十，应该有四十五厘米啊，感觉。体积很大的啊，1995年。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出生以后听都是潮曲儿。什么档次？和你用一样的电视，那不一个档次吗？哎呦，这么贵啊！我怎么没有听出来旋律呢？九州同的，要不要弹女儿情？九州同，我搜一下呢。我听了半天了。九零后都有彩电了，阿金。哎，试一下呗，飞行啊！我试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有唢呐。有唢呐的伴奏，我还蛮想试一下的。试一试，纯音乐，是的，试一试，感觉还可以。我没弹过，也没听过，就刚刚听了一下。看，挑战一下，看能不能弹，能弹我就弹，弹不了我就停下来了。
在谈的是有那么大概个框架了。大概有点那个框架了。梁祝，首秀这么优秀啊，第一次弹，稍微有点差点意思，还行，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很认真嘛。欢迎阿凯，因为弹得很认真嘛，害怕弹错了，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是盯着屏幕的，家人们。我弹的时候，我是盯着这个屏，用我那个谱子放在屏幕上的。我就盯着这个屏幕，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我生害怕我看错哪个音了，我生害怕我看错哪个音弹错了。谢谢波波姐，感谢涛声依旧，谢谢露娜，感谢君子如月，女儿情帮主。若睁开我睁开眼看看我，又总会不做我女儿国的国王，想去流浪天涯做着丐帮的帮主，怎么回事？嗯，你若睁开眼看看我，又总会去做丐帮的帮主，却不做我女儿国的国王。
首《女儿情》送给大家，送给我们帮主，感谢我们新哥，谢谢我们新哥的日出相伴，这个也很好看，有一种那种七彩祥云的感觉，有一种七彩祥云的感觉。新哥刚刚是赢了，以后可不能说不跟我混了。谢谢我们周周的掌声，咱们周周是我们的捧场王，是我们的捧场王。新哥你这等级真的是一天，这配合我谈的，你这等级一天升一级，有没有信心升到六十级？有没有信心升到六十级？那一天一级的太吓人了，我的天，你知道你这四十八级多少人玩几年都玩不到四十八级吗？新哥你这四十八级跟玩儿似的，十天都不到就四十八级了，家人们，有没有信心升到六十级？我今天下播以后跟抖音官方打个电话，我说让他专门给你开通一个一百级的。他说等级跟升着玩儿似的，月半星辰好的看，这种赞助呗。新哥玩网络玩的太快了，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怪不好意思的，就是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现在就是说赞助一点呗。然后完了，这会儿跟新哥开玩笑已经就是说开不过他了，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够打趣一下他，那打趣一下他的时候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会儿就没有了，这会儿就没有那种不好意思了，这会儿你有时候你得小心点，要说不过他了呀。要说不过他了。欢迎我们星星望，没有月半星辰好看，月半星辰也好看啊，日出山半也好看，小星星小星星。谢谢福福，感谢，谢谢 YWN， 谢谢谢谢。要说不过他了，家人们，这会儿王者也感觉要掉呢，我的皇冠要掉呢。入店随俗随俗，我就发工资，你算六十。哎，对，六十的工资太多了，我发不起，我还没有挣到那么多呢，少发点是可以的。既然如此，少发点是可以的，碎银几两还是发起，多了不得行。我还没有挣到那么多呢，我要是能这么多，我都升六十级了。真的，我要是那么厉害，我都升六十级了。有信心啊！我要是那么厉害，我也不是那三十级的人了，家人们。你们知道我那三十级是怎么出来的吗？我一般不给别人刷礼物的，因为我还是比较抠门的，懂得节约的嘛。毕竟这个什么。毕竟我的子弹还是大家的子弹给我的嘛，我还是比较节约的，我一般不给别人乱刷礼物的，都是去随礼。那别的主播给我随了礼，别的主播给我那个，咱们不得还点儿？你别人给你刷个保时捷的话，你至少要回个飞机嘛，是不是？那是不是？我都是给别人回礼，回了个三十级了，家人们，笑死。哎，真好看，那肯定啊！欢迎我们梓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说曹操曹操到。成都这边买别墅，在成都这边买别墅了。你啊，新希望，真的假的？这么厉害，什么时候搬家？那我咋不给大哥回礼呢？你问新哥，我说我要送一把剑给我新哥，新哥说，哎呀，别整那些。不要，我说怪不好意思，我新哥支持我太多了，我要不要送个小礼物，就是说感谢一下嘛。他说哎不用，他说。然后过两天呢，我昨天呢我又一不小心又问到了，我说新哥你平时听我直播的听我弹琴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他说他在喝茶。我说哟可以啊，那我又找到机会了嘛，是吧，我又找到一个机会，就是表达一下我感谢之情的时候，我就顺便又提了一句，我说我前两天看到一套这个茶具挺好看的，要不新哥我送一套给他。说哎别用别用别用别整别整。他说哎别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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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没有机会啊，家人们，我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机会啊！你以为两亿都变啊？两亿都比买别墅啊？他要的是你那把，我那把不行，我那把拿出来送人太寒碜了，说实话，我那是道具，我那把是道具。我是店里的高管，薪水肯定不会太低啊，不然会丢了我们明亮店。你说的有道理，你哪里是高管，你是左护法，你是右护法，你是护法，知道吧？护法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暖殿17万将士，这会儿在直播间里可能只有100多个将士。关键是李清琴，还是你会说话，真的帮主。要不，新哥，我给你一把我手里的剑。我这把剑不贵的，我这把剑就是道具来的，200多块钱，我舍得，挺舍得给自己花钱的。要不要给你一个我的道具，200多块钱也不贵的。欢迎我一博哥，欢迎 White， 用未亮，欢迎，欢迎未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兰殿17万将士，你以为呢？谁不知道我新哥？那别家都知道我出去，我那天出去闯荡江湖，他们说啊，司马令姬家的新哥没在。江湖传出去，感谢我们新哥的薰衣草庄园好看。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色？我喜欢紫色的。明暖殿我什么传出去，我们明暖殿与店主都会被江湖中人瞧不起的，就是气势要拿出来，不管是怎么样，气势不能说明暖店呢，有可能有时候会不好，有可能会就是说有时候直接给他个惊吓，但是不管什么时刻做好自己，你就是那个最闪耀的星辰。谁？我跟你讲啊，你要闯荡江湖，星哥，谁要是折了你的翅膀，你告诉我，我就掀了他的天堂。明暖殿的名声不是这么让他们造的。改天你辞职了丐帮，改天你辞了丐帮，你不是帮主吗？你怎么能辞了丐帮呢？你走了丐帮没人了。你把你的降龙十八掌传给我。你走了明暖殿，不是，你走了这丐帮没人了。丐帮可得还是要靠你主持大局，把你们丐帮的人都带过来，我明暖殿住得下。但是说实话哈，你带丐帮的人如果带过来的话，每天还是要勤洗手勤洗澡的哈，我是有点洁癖的。什么？那天你就看到我在打赏，经常偷偷去打赏，也不叫上你。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怎么能不叫你啊？没有吧？你不要污蔑我啊！你在说什么浮话啊？你污蔑我，你污蔑我，我可没有啊！我看看，我想想啊，我最近只在两个直播间刷过礼物，一个是古筝云云，一个是梓潼。昨天梓潼打榜的嘛，那天不是跟我聊天过啊？你就是梓潼那儿吗？那梓潼那儿就是去梓潼那儿回礼的。那天梓潼上午在我们家帮我们打了一个榜五，没站齐嘛，他看到了，帮我们打了一下。那我不是去回礼吗？那人家给我刷个保时捷，我不得给人家刷两个保时捷啊？那不是给人家回礼吗？人情世故呀，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情世故这不得做一做？很好啊。你来打扫明暖殿的，你来打扫明暖殿的。明暖殿现在地很干净，现在没什么活要干，你坐着歇会儿。讲究人，那肯定啊，人家给我占个保时捷帮，我不得给人家刷两个保时捷还回去啊？而且抖音还扣一半呢，他都拿不到我是吧？
下次叫家人们一起回礼撞门面。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们还不如给我杀点呢。也不如给我杀点干嘛呢？这回礼的事儿由我做就可以了，你们的钱包里面的币都留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留着点，给我也留着点，你全都给别人了，我没了。我没了什么？留着点干什么呢？还礼这事儿我来做就好了啊，我来做就好了。那四个人拉我 PK 怎么 PK 啊？非为令妃，这抠搜劲儿又上来了，这抠搜劲儿上来了，这不是替你们着想吗？在哪里是抠搜啊？你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我这是抠搜，我这是替你们解约。你以为你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龙王庙冲过来的，那我回礼的事我自己去做就行了呀，对不对？你们那得自己给留着呀，我替你们解约啊，我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替你们着想的。你以为啊？唱首歌给大家听吧，唱首歌给大家听吧，唱一首这个，当当，唱这个还是唱这个？不是大水冲来的，是大风刮来的，还是西北风？吃饱了吗？我今天腰有点痛哎。我实话告诉你们家人们，我感觉我上个月压力太大了。我本来月底三十号左右月初的时候就应该来大姨妈了，我至今我都没来大姨妈。直播压力大的我大姨妈都推迟半个月了都，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应该快来了，有点腰疼了。我太难了家人们，我感觉总有天要不行了。来一说你的答案，是压力大的，就是那个啥，是不怀孕了，隔空怀孕了。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上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不再孤单。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就去
大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不再孤单。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着光走驱散黑暗，有一万种的力量淹没孤单，淹没孤单。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一首你的答案，欢迎新哥。悟空哥，你说什么？悟空哥，你说妮可哥吃饭去了？派你来了。那我采访一下悟空哥，今天包里有多少？陶总报销，店主话筒可以交换了，话筒可以交换了。你说拿这个，这不是找一下感觉吗？把这个拿远一点，把这拿远一点，你们就看不到我的话筒了。然后呢，就拿这个，还有几千，打个榜，榜五榜十。今天又湖南第一名，我有没有四川第一名啊？我有没有四川第一名啊？上一个小时的时候，转什么转，我也是拿过四川第一的。谢谢大家星星榜五榜十35名。好的好的，四川还是稍微贵一点哈。路上行人，给自己打 PK， 怒刷三个嘉年华，真假的？妮可哥是个狠人啊。那我们去打个榜五榜十，你可以点歌吗？可以啊可以啊，外头你点，直接点。还输了，是个狠人，自己给自己打 PK， 自己给自己刷了三个嘉年华，我是舍不得的。点的什么？外头马司令啊，你点了一首歌叫马司令，你会不会点歌啊？重新点一首歌，重新点一首歌，点一首歌叫马司令。我都没听过这首，世界上有一首歌叫马司令的。早上打过小时榜啊，早上我小时榜多少家吗？因为我电脑直播上我看不到的。你说等会儿点啊，可以。早上我小时榜是多少，家人们？江南，说榜我榜十的嘛，这会儿说。早早啊，君君，找君君，找君君打个榜。中午喝酒，刘老二，取名马司令，江南赤壁赋，赤壁赋没听过，江南可以。当然可以，打个榜，等会儿谈好不好？妮可哥啊，不，悟空哥，说错了，妮空哥，悟空哥和我们妮可哥，这会儿是我们悟空哥。我这辈子没上过小时榜，说实话，我上过那个四川榜的，但是那个全站榜，100名开外，家人们。从来没上过100名开外，我都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东西。小天儿不得行，换一个。我有自行车的分儿，有一个自行车的分儿，可以榜五榜十。家人们有没有信心？早上亚军掉了一个，早上我是亚军，真的，我有时候都因为我电脑上不显示那个，家人们下回提醒我，我看一下我的荣耀，我得截个图啥的，家人们，我这是荣耀。
哦，不是我，嗯，我以为是我呢，不是我。我也是我呢，家人们，如果有，要是有机会，要是我有机会，我要是上榜了，记得提醒我啊，我的荣耀我要去截个图的。这么嗨，我以为是我的嘛。嗯，找一个，防护宝石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的在公屏上扣个油。给他个厉害，直接我换一个啊，没接我呢，糖火锅。这套套装上了全站套装，哦哦，那个帝王套儿，我没有好友在线呢。我跟老板说，我跟妮可哥说，妮可哥把我推上去。他说帮我烧几个爱的纸鹤。我下回去妮可哥直播间，怎么说都得来，怎么说都得给他刷两个，刷两个宝石姐。妮可哥，这就是仙子鹤、啊。我哪回去妮可哥直播间，不是宝石姐过去的，飞机走的。什么玩笑啊！我是那么小气的人，找不到人呢，花骨朵儿，花骨朵儿。帝王烫，有生之年也就见过一次，家人们。帝王烫也不是很贵。等你有钱了，送个保时捷。哥说那话，三岁哥说那话，你现在你能直接送海景别墅啊？说那话，你直接能送海景别墅啊？找不到人啊，救命啊！六根绳儿，稳稳跳舞主播。找不到人，我太难了。啊，拒绝我了。再换一个，所有礼物来一次。啊，对，所有礼物来一次。林涵，我看看。见过一次，盛大场面。啊，没有人。小古天儿，郭妹儿，咋个郭妹儿？啊，全世界都拒绝我，家们，没有好朋友了。我觉得还是令吉太差了，变漂亮了，真的假的？二豆，豆豆，看豆豆接不接我。等你发达了送我一套海景别墅，等我发达了我把四川送给你。你以为等我厉害了四川都是你的，我再把那上海呀、啊、广东啊都分给你。广东的话我就分那个贵一点的给你，深圳好不好？等我再喝二斤，在我再喝二两白酒的时候，我再说一下，我把那个天安门都飞给你，好吧？我再喝二两白酒的时候，我把天安门都是你的。送几个华子还是可以的，嗯。等我再喝二两白酒啊，等一会儿中午啊，我把那个北京那盘地盘都送给你。别吹牛了，吹牛那地，吹牛谁不会嘛？有嘴就会呀，有嘴都会呀。我再喝二两白酒啊！啊，全世界都拒绝了我。等我再喝二两，那也不贵，真的。我把成都春熙路买下来给你。
题和线啊。你在外面，宝子啊，你今天在外面不？你没在家里不啊？我在出来玩儿，出来玩儿，然后带着琴啊。琵琶就是好，琵琶可以随身带着，古筝不行的，一米三的大个子。那古筝太还得带着琴架子，可太难了。对啊，我也想出去玩，家人们，古筝束缚了我。你可以拿个小筝嘛，就是那个就是一米才长的一米那个小筝 那个小筝可以买一个去。咱们玩一个绑我绑绳能玩吗，姐妹？嗯，也可以。可以、啊。可以。我准备快下播了，这会儿是不贵的。绑我吧。绑我。可以，绑五总分，单位数，还是说只是绑五？绑五和总分吧。绑五总分加单位数，欢迎 nice 可以。那么奖励个什么呢？我看一下，在户外的话，今天不奖励弹琴啊。哎，行，我也觉得弹琴没意思。你让我看一下你后面的风景，就是你现在是在亭子里对吧？不是，对。哦，你把那个转到亭子里能转一下吗？这边是桌子，那边呢？啊，就没了、嗯。我还想着说，等你在亭子里跑一下呢。你会让我跳舞吧？你可这样子吧，你模仿三个动作可以吗？可以。可以。哎呦，未必我输啊，未必我输啊。我是假如你输了的话，模仿三个动作。那假如我要是输了呢？你要是输了。嗯，好像才艺不能跳舞，是不是？可以啊，我也可以跳舞啊。就你探索的舞。哎，不，我不会跳舞，孙。完了，我说我会跳舞要输了，家人们，我感觉到了。那我们就跳一小段吧，反正。我会跳那种踩蟑螂舞之类的。可以，反正就是有挺好玩的就行。我考虑一下，完了，我感觉他们全部在公屏上说，完了我要说，不行，换一个。可以，那你如果说我要是说的话，你来说吧，嗯。行，可以。可以哈，行，那我重新连你一个，你接哈。好的。榜五总分加单位数。十分钟啊。啊。好，我们五分钟呗。十分钟嘛。啊，行吧，好吧，好商量的都是说，嗯，然后我就闭麦了，没啥原则。好，那一会儿见了。好，一会儿见。好的，主要是我觉得五分钟我们家有点喊不够，外头，你看，外头就是什么呢？口是心非，嘴上说着。那啥，但是呢是会付出实际行动的，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外特谢谢我外特，感谢外特，刀子嘴豆腐心，哎，我知道，感谢我外特。你这捏捏就不太对了，亲吻踩蟑螂和踩蟑螂很好看的，你看过？我都没有跳过，我刚刚是乱说的，我都没有跳过踩蟑螂这种舞蹈。我刚刚是乱说的，你从哪里看到过的，鑫哥？你从梦里看到过的？我这辈子我都没有跳过，我刚刚就是乱说的，随口一说啊，你们别太当真了，榜五总分加单位数还差四位。吹起我们战斗的号角，房屋总分加单位数还差四位。踩蟑螂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如果大家确实非要看的话，我只有即兴创作一下了，发挥我的舞蹈天赋。给大家就是发挥一下我的舞蹈天赋，因为我毕竟是个全能主播嘛，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什么都会。如果说呢确实想看呢，咱们能不能拿下这把 PK 回去看啊？给大家即兴创作一支舞蹈，踩蟑螂，我怎么脱口而出这个东西啊？榜五总分加单位数，家人们，榜五还差四位，
下四位能占榜的吗？新哥要揍我了，真的假的？这是新哥啊。咱们新哥去对面揍我了，等会儿。新哥，你看到我了吗？新哥，新哥，你看到我，新哥啊，你看到我了吗？为了我的蟑螂舞，哎，我太难了，我太难了，我真是给自己挖坑了，咱们，我下回再也不说惩罚了。小子，快回来！保我差四位。保我差四位，新哥你回来了。气儿不打一出来，咱们。气儿不打一出来啊，气儿不打一出来呀、啊！我太难了，我太难了。这样嘛，赢了回去跳嘛，在外面跳多丢人现眼的。你万一你要说对面大哥要是觉得看踩蟑螂舞，我真的不会跳踩蟑螂舞啊。我一会儿就只有给大家就是说即兴发挥一下了，感谢我新哥，谢我新哥的口是心非，感谢我新哥的口是心非。朋友们，榜五还差三位，榜五还差三位，不能聊天了，榜五差三位，还有四分钟的，还有六分钟的时间。赢了大屏幕表演不香吗？就是感谢三岁，感谢三岁的海景别墅。好的，回来跳可以，谢谢三岁的海景别墅。来，我看一下啊、哦，榜五还差两位，榜五还差两位，对面的榜，对面的榜还差一位，咱们家榜五还差两位。感谢我们紫彤，谢我紫彤，紫彤你别给我删了，紫彤你给我删了还得回礼去，别给我删了，姐妹，我们家可以的，我们家有大哥，用不着主播好友帮忙啊，别帮忙。我们家有大哥，用不着主播好友帮忙，紫彤，你给我下了还得回你，谢谢我紫彤，感谢我紫彤，谢谢我们新哥的抖音一号，感谢我新哥，谢我新哥，谢我紫彤，家人们还差一位，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保时捷占榜还差一位，我们可以的，感谢我新哥威武霸气，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家人们榜五还差一位，能占吗？你别回了，全给抖音赚了。你别删了，榜五还没起，家人们，帮主，咱们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榜五还差一位。我看一下，弱弱的问一句，你要参加吗？你当然要参加了，新希望，感谢我帮主，谢我帮主。也可以参加，打出个榜十的气势，也可以参加，榜十气势拿出来，榜五齐了，咱们榜五齐了，我看一下啊，要不要补分？咱们家先暂时不用补，先暂时不用补，暂时先不用补。感谢悟空，这样家人们。没打榜十是可惜了，悟空都还没上场呢，悟空还没上场呢，新希望还没上场呢，世事如棋还没上场呢，飞行员还没上场呢，还有谁没上场？还差一个人就凑够榜十了。你看看孟哥在呢，孟哥还没上场，哎，没打个榜十真的可惜了，家人们。都站齐了，我看啊，这没事，新希望留着下午啊，哥欢迎小乌龟，哥留着下午，新希望啊，留着下午有上场的时候，今天榜十齐了，留着下午，下回有上场的时候。
有上场的时候啊，留着留着留着，就是总有上场的时候。嗯，下午来可以，下回高低整个榜十，咱们本来这局想整榜十的，然后咱们也要尊重一下对手嘛。大意了，冲早了。别这样，帮主。上次好像就翻车了，咱们要准备一下，咱们别高兴太早啊。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来我们看一下啊，对面的榜啊，我不知道他们家会不会补上来。咱们家每个人大意失荆州，不要这样子，不要大意失荆州。我们家每个人再准备一个保时捷，梓潼不用补了，梓潼不用补了啊，每个人再准备一个保时捷，我们再来一个人挤一下梓潼。准补到2500分，榜五补到2500分，准备好了吗？榜五补到2500分，听我指挥，榜五补到2500分，感谢我新哥的糖果大炮，不不不不，对面49的我看到了，对面49的我看到了，榜五补到2500分，榜五补到2500分。直接补到2500分呀，这是什么？我都没见过，新哥，感受新哥，甜蜜送达，榜五补到2500分，直播间所有人一起补，帮主三岁 White， 我们悟空哥能补吗？悟空哥，不要让我们梓潼姐妹上了啊，不要让我们梓潼姐妹上了，榜五补到2500分，补到2500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咱们一起补，家人们，我怕对面偷塔，我怕对面偷塔，最后30秒的时间里。最后30秒的时间里，如果对面动了，咱们家就马上补，好吗？对面没动，咱们家就不补，好吗？对面动了，咱们家马上就补；对面没动，咱们就不补啊。咱们看着对面的血条，最后的时间里能补飞机的，咱们就补飞机啊。对面开始补了，对面开始小动了，最后还有10秒，我有点紧张啊。梓潼别上了，感谢梓潼，别上了，别上了，姐妹别上了。咱们直播间其他大哥们，能够补保时捷的补一个保时捷，能够补飞机的补飞机。对面动咱们再动啊，对面没动咱就不动了啊。我有点紧，开始补，补时间补，感谢我新哥，我的妈呀，太吓人了！感谢我新哥的嘉年华语，榜五拿下，总分拿下。尾数没关系，我的妈！感谢我飞行员，谢谢我飞行员的飞机，感谢我飞行员，感谢我们新哥，谢谢我飞行员，感谢我 White， 谢谢我梓潼，感谢三岁，感谢帮主，谢谢悟空，感谢大家。太吓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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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干饭了。好了，梓潼，太吓人了。我都在说，我看到你们家要是有蛛丝马迹移动的话，咱们家不不，太吓人了，你们太吓人了，太吓人了。来，妈，我们来一个奖励你。刚刚说的奖励你什么来着？嗯，奖励我，哦，三个动作，奖励我一个亲吻，奖励你三个美丽的动作。嗯，美丽的动作，主要是刚刚我一美丽的动作，我就觉得不太像啊。我主要是我刚刚说了，一下子不小心脱口而出了，说要回去，要跳那个什么蟑螂舞，他们都特别想看我跳蟑螂舞。我是拿蟑螂舞换的，家人们。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等会儿啊，我换一个音乐啊，放一个音乐，这个动作，三个动作，这个动作都不是很难的，特别简单的那种。要缩脖子，他要缩脖子，像那个这什么人猿？
原什么？原题啊、原题。姐姐一提一吸。啊，对，你怎么做出个可爱的感觉？下一个啊，下一个啊，找一个。这样，这样。你给你，你放轻松一点，哎、你放轻松。你隔远一点，这样。哦，西瓜。啊、犀牛望月。你小心一下领口啊，犀牛望月。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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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他太可爱了，他做的太可爱了。哎，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昨天做过。你要脚步步伐，你得就是你观察一下他的步伐，他有步伐的还是有？他太快，我这是不协调，笑死了！他有步伐的，你这是啊？我这四肢不协调吗？辛苦了，辛苦了，宝子，我还没做够呢，还没做够，那我奖励你一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啊，这个我会。咱们，这不是我罚他的，对面大哥们，这不是我罚他的，他说他自己想做，他说他想做，他很开心，咱们，我没有罚他。这不是我罚的，他说他很想做。这是我自己做的，自己愿意做。他哪儿找着的，这么好玩？功夫老云这个叫。哦，功夫，你可以下播去搜一搜，很好笑的他的那些动作。那么动两下就喘了。嗯，活动活动，对。行，那我撤了。谢谢啦，拜拜，谢谢你手下留情啊。拜拜拜拜拜拜，是大哥，是对面大哥们手下留情，我们是险胜，咱们险胜险胜，我撤了，下回玩。拜拜拜拜。哎，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咱们功夫老鱼的动作我很喜欢的、谢谢大家的帮我，感谢大家，谢谢我们周周、感谢我们新哥，谢谢我们新哥，我的天，对面太吓人，感谢我悟空，谢谢我外套，谢谢周周，谢谢我们三岁，感谢我们三岁，谢谢浩哥，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紫瞳、还有谁，新哥，谢谢大家，而且我们帮主，欢迎我们帮主，欢迎我新哥，怎么啦？不是说不是刚刚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